巴黎铁塔烟火庆祝法国国庆。巴黎铁塔的烟花，十几万人聚集在战神广场、塞纳河畔、协和广场、国会前以及埃菲尔铁塔的平台或是第二层。烟花燃放的地点通常是在特洛卡德罗花园中，这一令人惊艳的烟花表演通常持续大约35分钟。